一段演出，要请大家叫破喉咙，好不好？使出全力，用力的把声音叫出来，好不好？大熊，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让九一感受到我们听众的热情。等一下，就让你们来把他们 Q 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大家要大声的跟我们一起喊九一一，太小声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喊。好不好？让我看到频道热情。
笑的悲痛都是借口，而勇气陪同，当我放大把你走回山下，我那半个出名给了龙门。Oh my god， 当我放大我活得会转，那个专门请你帮我拍个架，谁吗？要从这边讲。
大森林。三把，还有一个九一的霓虹灯的，我看一下后面有多少人。到最后面朋友手举起来，让我们看到一下。哇，我们今天从来的时候，从远处看到今天这舞台非常漂亮，一个三角形的感觉，感觉就是一个很有音乐季的氛围。所以我们想唱一首符合音乐季的歌曲。这首歌呢，是我们在今年 WBC 就是世界棒球经典赛，我们来做一首主题曲。这首歌叫做《世界都看见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Come on。如果等一下我们叫你们把手机给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把手机给我们好不好？就是现在把手机给我们 1, 2, 3
1, 2, 3, go! 好，来，我们来。